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LPL 大看点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NG 战队和 ES 战队的比赛。在双方的首场比赛中，小虎选择了中单的妖姬。小虎前期选择的战术非常的明确，那就是疯狂的单带。通过小虎单带牵制住了奥恩，让 NG 战队在20分钟找到了一波机会，打出了零换二，顺势拿到了大龙。在比赛的时间来到36分钟时， NG 战队的辅助出现失误被秒杀，上单猴子传送的位置也非常尴尬，被带走了。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小虎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，去单带，成功推掉了 ES 的上路高地。没过多久，小虎又将敌方的中路给推掉了，并在对方打大龙的时间又将对面的下路给带走。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，一个人推掉了敌方三路高地。UZI也是表示和 Faker 打多了，没办法，跟 Faker 打多了，觉悟了，领悟了。最终 RNG 战队也是成功战胜了 ES 战队。那么各位小伙伴，你们觉得小虎的这种打法是否正确呢？